Coconuts TV.我们会知道这个消息是因为那个 ins 不能用，就是那个软件。可能新闻联播上比较少，CCTV好像没有见着。可能看网站上面有，就是可能会感觉有些乱，但是看现场来说，不是好像很乱的感觉，还是比较有井然有序吧。 对，就是它不能用，然后我们就很多版本就有很多人讲说是因为香港这边发生什么什么，然后我之前还有听说就是有的人说是因为香港要搞什么港独，然后后来我来这边问了这边的朋友嘛，然后他就才告诉我真正是因为什么才会发生。 是不是一些就是关于选举上面的问题？可能是对于他们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了，啊，也就是这些，具体也不知道很多，不清楚。对，毕竟不是一个小团体在反对这些，就这么多人，我想肯定是他们肯定有他们的道理，但是。 内地很少有，这个应该少吧，应该是少。我们很少见能有这样的游行，嗯。